Yeah. Huh? Okay. Gut. So, dann. Schuhe.前面真的很像火山爆发，不会烧山火吧？它没动啊。闭眼还在城市，睁眼，哇！我们现在去科罗纳的路上，从温哥华出发，开去科罗纳。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也不知道你看到是啥。就是一个太阳旁边有一小段彩虹是这样子围着它的，然后旁边还有一条是从太阳是反过来的，对，从太阳出发的有一小条。旁边还有瀑布。Yeah. 那就是就换人。换人。哇，现在很明显。前面火车山顶在下面。我想这个是啥面的？化学。哪里啊？左边。哦。真的，哇，好长啊！就是我感觉像是那种什么动画里面，猫和老鼠的广场。非常规规整整的。这什么？我们从 Vancouver 要到 Kelowna， 然后本来走的是这一条路，走到一半 ，Google 说这边 close，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走这边，嗯，这样子上去 Kelowna。看原始，看地图。对，而且我好像看得懂，我们现在应该在这一边，然后再这样子走，对。像这种地方，如果你真的不认识，对的，你往这还往这，你都不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开到有信号的地方，然后再探到下一段。我们现在还在上山吗？在山边，山边边上面走。在山里面，左边还有一次。呀，又过去。这方向盘一片下去。哎呦，吓人！我的天呀，这官服应该都是。啊。再清晰一点。清晰吗？给你巴掌，你必须请。我们现在海拔1300米的地方，外面11度，可以下去。哦，下。感受它温不？好冰，好冰，好冰，好凉，好凉，好舒服。你来拿吧。太有感觉了，来摸来摸，来摸来摸，我现在没有办法向你招手，长得巨高。我们不让你们停，你们就停不下来。红烧肉，红烧肉的味儿，这是真的烟，这是真的烟，不是烟。吸了好多二点五。是整盘 cheese 吗？这妈妈子都好爽啊！以为点的是意面，没想到上来一盆。不是，我觉得它就是 cheese 球，它就是 cheese 球。有点过吗？
看没看？这是个什么？是个泡泡。没有拍到。它泡泡的那个烟味很像我们。和前面那个烟味是一样的。可以可以。我有机会再戳一个。没有烟了。现在在 Kelowna 的湖吗？河边停船的地方，吃完饭来散散步。你要是这个时候眼睛碎了，是不是后面只能我爱开了？你喝酒。我没醉，方林克也喝酒了。今天晚上我们今天就回不了酒店。飞车，把车推回去。飞车推回去。我们的另一个伙伴在挣钱吧，他在这个走路，看不见他走路的声音。耶、yeah. ，比我想象中这个小镇要。热闹很多哎，在干嘛？我有点。后面就是可乐了，很热闹。为什么在可乐的时候非要有一个这个？哦，这里说不定是有水怪的。有一些传说，然后人们画了一下他的样子。哎呀，这太可爱了！实在应该长这么可爱。有没有像滨江渡、滨江观光游如？有一点，有。这路开的我头都弯过来了，一个大弯。That makes sense. You guys, right? I kind of like that a little bit better. But... 酒庄的这一面就是 Kelowna downtown 吧，我猜小镇啊什么的。这边就是葡萄园，这边还有一个可以开夏天音乐会的草坪。刚刚夏姐姐给我们介绍了，这边都可以坐人。So that'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Anthony chose this property to put the wineries, because volcanic rock is perfect for aging wine. It's porous, so it's going to absorb the humidity and keep it at a perfect level, so around 70%. And it keeps the temperature, as you said, nice and cool, so around 13%. Yeah. 上面有一个天窗，是这边唯一的自然光透在这里啊，走了走了。
接下来是品酒环节，很菜，但是很爱玩。刚刚那个倒酒小姐姐给我们倒酒 ，That's enough, that's enough。她说 ，For me, that's a taste。你看一下这个人，你看这个人的脖子。来，进来人，晚上。好了，够了。永远在录像啊，好喝吗？你自己来个镜头，耶、yeah. ！再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没看到，好了，可以了。所以今天这已经第二个酒庄。哦，对他们有一些对会一天喝好几个酒庄。嗯，这地方真不错哎。走吧，我们现在往卡尔加里开了。Lake Louise 决定下去看一眼，哇！因为后面天气不太好。对。我决定趁今天，之前可能有十多雨。是的。突然之间天开了。嗯。去看一眼。
真去路易斯湖啊？真去了呀。哦，这难道就是那个 Fairmont Lake Louise？ 对对对。啊，对。是停这儿吗？哇，这个湖平静的嘞。是啊，我在录视频。我们以为它已经全化了，可以划船了。我们还准备划船呢。哎，一走过来怎么有冰啊？嗨，你们好呀。Hello。好冷啊，不敢相信，就是六月份。猴子下山了。猴子下水了。冷吗？零度的水吧。废话。可以前面下去吗？啊。黄磊克，你偏要挑一个难下去的地方吗？这也不大好下呀。你弄慢点走。人家拍照的人突然发现它不是一面镜子。可以开个房破。有一位猴子在扔石头。你可以扔块大的吧，那个冰伞。现在说的不就是撕逼造型的。确实，自己看吧。都是你搞出来的吗？这还意思。好美呀、啊，真的非常安静。嗯，做好工作。一号、二号、三号。安全是。所以那边是结了一点冰吗？是因为你扔了一个，我觉得是的。哇，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水是零度的，对，然后、就是、稍微移动一下啊、哦，哇，就是说零度的水不是你在桌子上一震就会震它一下全都变成冰了。呀，我加入来，哎呦，喂，拜拜，然后可以片尾了，片尾了，大结局。很冷，我的鼻子又红了。好冷，好冷，我手冻僵了。现在是六月份啊，好冷，十度以下。哦，太黑太黑，蓝银了。这个鸟仿佛在笑我。这个人在救世。哎，好，怎么了？呀，手抠，手抠，手抠，好看的，怎么了？嘿嘿，跑酷男孩，他走上了石头。记录一下这个繁华的酒店。对，记录一下这个一晚上啊，1600多，1000多刀的酒店，还行，住着还可以。比我想象的要没那么 fancy 一点，因为我们去看过蒙特利尔那个Fairmont酒店。确实，嗯，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刚刚去蒙特利尔。你手稳一点，不要抖啊！我手都僵掉。不要抖，拿这个。热一点的。蒙特利尔。这薯片说我气。那我们开的话，车胎这么没有事情。你说什么？汽车的车胎。有没有道理？他们应该也会变胀了。什么？快十点了？是的呀。那我们12点了。10点了？现在已经日落了。嗯。哎呦，小心点！刚他说这个山像小龙坡，一听声像小烧麦。小烧麦。小龙坡没那么大。哎呀。我们先追上。
In 500 meters, sharp right on the 17th Avenue Southeast. 我们现在去吃潮汕牛肉火锅。冲！中午十二点。冲！一点了。一点。几秒啊？10:06。48盎司的牛排是吗？战斧牛排，都在拍，都在拍。哦，这个是普丁，然后沙拉。这个普丁上面是龙虾。龙虾哦，龙虾普丁。这个是奥斯卡，这个是哇，这是很神奇的烤花菜。哇！有人能记得拿这么大一个骨头，非常原始。I expect 它是那种非常甜的，但是它嫩是吧？它很嫩，很嫩。嗯、什么东西？这边也有。这是什么呀？然后他们都对着里面几颗，我靠，太嗨了！可以，太嗨了！是一边喝酒一边骑车，然后一边开的，酷！上有酒下，走，我们现在民风淳朴，没错，我们现在去。刚吃完饭，走去散散步，去卡尔加里塔尔看一眼。哇，好野啊！这什么东西？我去，这里人太野了。酷，酷。不是，我们跟人家穿的是两个季节吗？看看，看看人家穿的，看看我们穿的，怎么回事啊？而且我现在有点冷。出大问题，我们水土不大服。哪里哪里，兔子，哇哇，在那边。看那个跑步方式真的很奇怪，真的不像兔子。兔子应该是不跳，想是不是像兔？不是，它是兔子，是兔子，只是跳的形状比较奇怪。长腿兔，它这个整个都是立起来的。哦，有一种北极好像哪里有一种兔子，就是它蹲下来的时候腿超短，然后站起来就是这个玻璃窗没有擦干净，就像天上有星星一样，一点一点的。这边有点。啊，这边也很多。在哇，这四川羊肉串味儿啊！我操，妙！你在录像了吗？对，只能录到你一个脑壳。真很讨厌。哎呦，已经放过你一马了。我们三个已经说要走了，再走天黑离不开了，想把你留在加油站上厕所。你这话是胡说八道，三个人同意就可以。真奇怪，好奇怪，再拍一，就拍一张也就算了。好奇怪，看看这里的猫腻。镜头只有两个人，他真有点猫腻。